了了，啊，在这边了，啊，我拿出去了，我拿出去，我放错了，我放错了，哪里放？更增添了爽脆的口感，最后在炙烧过程中充满脆脆的淡淡香气的酥油，让这道菜不仅兼顾了美味，外观上更加时尚。除此之外，更加还有这道爽口开胃的凉薯盘卷，在 Q 嫩鲜嫩的盘卷里，包着香气盘散开，而里面塞满满的各种生菜，吃起来清爽香甜又没有负担。各位要是有来这里用餐，也相当推荐这道凉薯盘卷哦。接下来。